小油库玩。小蔡问啊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做个有梦想的人。爸爸，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律师，虽然没能实现，但是我也努力了。努力了都没有实现啊，看来梦想只能是想一想算了。你怎么能够这么消极啊？你总需要努力尝试一下。你是怎么尝试的？不管怎么样，我的交通法学还是可以了。这个我赞同，你基本尝试了所有的违规和违章。好吧，爸爸承认，我是个反面教材，所以你应该更努力啊。爸爸，再有一次机会，你会付出100%的努力吗？爸爸肯定会全力以赴的。这样啊，爸爸，其实我是个有梦想的孩子。我就知道我儿子很棒，快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，爸爸一定全力支持。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富二代，爸爸，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哦。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，喜欢记得订阅哦。